前面跑了没？不过专心的人就要掌握自己是否弃权。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没？不过认真的人就要掌握自己自动弃权。经历一场花花水的风险，一定不由我们，还是选择在每一天接着表演彩绘自弹自唱，还有默默表演的每一位艺人。那刚刚看到我们蒙毅主任在唱那个歌，那个饶舌嘛哈 ，rap 哈。欸，我第一次听到那种歌，那唱歌笑人唱歌，有点惊啊呢，这歹听啊，这歹听啊呢。那今天我仔细听哦，哇，很棒，录来干嘛那么听啊？而且又觉得是弘毅，真是年轻人，不但有创意，而且这个怎么讲啊？有才华哈，又非常有创意，有才华，还是很高兴。那刚刚看到四位表演，很棒，对不对哈？很棒哈。去年我们在历届举办，那造成很大的轰动。那今年我们是7月18号也办过初赛，很多家长来啊，都很高兴，都很支持。那我们7月20到25号就办决赛啊。那我想利用暑假期间，那很多年轻朋友可以充分来这个发挥他们的创意，来发挥他们这个疏泄一下他们这种啊这个情绪，我想是非常好的活动。You love you, I love you. Why me? Why me? Why me?